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AK47 在各大游戏里都是很强的武器，可是在 COMD 用的人却很少。不少玩家诟病它的伤害只有33点，需要4枪才能击倒敌人，其实忽略了它很多优点。我们先来看看裸枪 AK47 的弹道，在水平方向的后坐力几乎没有，全都是垂直后坐力。正是因为这个属性， AK47 在实战中比其他武器更容易爆头，因此它伤害33的缺点在实战中很难体现。而且 AK47 的射程也比较远，再加上它的机瞄非常好用，几乎没有视野遮挡，这些都是 AK47 的隐藏优点，然而被大量玩家忽略，只看到了 AK47 的面板属性，忽略了实战。在配件搭配上，枪管选择游侠长枪管，增加射程并减少后坐力，枪托方面选择无枪托，弥补枪管减少的开镜速度，弹夹选择扩容，雷射选择战术激光，最后握把选择橡胶握把。这套搭配下来，中距离对枪非常强势，后坐力也会变得很低。小伙伴们，你喜欢用 AK47 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